子彤，你怎么了？我胃疼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突然胃疼了呢？我也不知道。要不然我带你去医院吧。我其实以前就老犯胃病，可能这次来工作一直没吃什么东西，我也没带什么胃药。这样，我现在马上去给你买药。谢谢你，小猫。你先喝杯热水，缓缓啊。哎，小萌，你能帮我带一杯热牛奶吗？好，谢谢啊。周小萌，你还是这么蠢。